什么功能啊？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主要是给汽车搭电用的，就汽车电瓶亏电的时候，可以给它搭电。酒精，放酒精在里面。放酒精也可以，是配消毒液的是吧？
声控是什么？中英文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对，是英文。啊，英文可以支持。芝麻号。啊。好，手动，然后还有一个是 APP 控制号。APP 控制我也是这样。在这里啊。好，然后我再演示一下这个语音，听吗？静宁，哎，这个听吗？静宁没反应，没关系的。听吗？静宁，主人，你说，打开客厅开关，马上打开开关。听吗？静宁，哎，我在。关闭客厅开关。马上关闭开关。啊，这就是语音。中国就是这样子，听吗？今年。可以旋转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像这个，还有个功能，就是拆卸，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产品进入这个拆的。然后呢，像这种叫做模块化，我们是可以。想要些产品的，那么我们就用这种规格的，这就是我们主打的。然后我们用的材质是用 PC 的防燃，那个35口径，比较贵，用这个是重吗？这个一米的雷达吧。再有，它还有个功能是这种爆闪烁，对，报警就是警示，啊，对，警示，哦，对，比如说车子出了故障，在路上，我可以警示，我拿出来就可以贴，我不要去找那个三脚架，麻烦。塞根爷，你就是嘛，他给我我走。有报价单吗？就可以那个喷雾上来那个吧？没有，喷雾的是那种除湿器。这是什么？电极除湿器。就是味道吗？那个放冰箱、衣柜、鞋柜、书包里面都可以放的，便捷的。除湿店用15。可以放冰箱里的那种。可以放冰箱里面，保鲜。要放冰箱那个杀菌、消异味、防止串味，保鲜更持久。啊。除湿店用15天以上。
那个放汽车也可以，放到汽车上，配合模式片。这个说明书上面没有耗材的，就是用到坏为止。我知道你那个说明书是配这个的吗？啊？说明书是配这个的吗？不是，这个宣传页。宣传页，你们有说明书吗？啊，这个说明书里面有。啊，那个我看一下。产品简介。那英文版的，我们都是英文的。英文版的吗？对。这个啊，可以。3000毫安的电池。多少钱？38。这个79多少钱？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88块钱。这个不用一直充吗？有的电池没电了就要充电。要充多久用多久？这个充个三个小时，用个2-3天。这是因为它带显示屏，有带传感器的。这个，这冰箱专用的。冰箱的。那就插电的，这个要专门接电源。啊。接电源，我们配有识别器，这三个门缝上去。在冰箱门缝，对吧？那怎么塞到里面出来？冰箱门呐、门缝都那么细，门缝可能会漏吧？不会，那么扁，看到没有？那么扁。负离子光，对，有负离子，可以测试给你看一下。这是一个测试仪。啊。我们这个浓度的话是大概2000万，但是我们这个测试设备的话，它只能最高到90万。这是开机。这是遥控器。啊，遥控器。有三个档位。啊。这个数值在变化。对，这个就是负氧离子的浓度。从哪儿喷出来的？这个出风口，这有风，两边都有。哦。对。那是我们把挂包风扇的那个功能是吧，结合在这个上面一起，这个是我们一个首创，整个市面上都这个是首创。你们在哪里的？一会儿再接。我们主要是做欧美市场。可以朝下拍照，找那个。操作简单，实用大方。电的，全自动的，对，全自动的。我们从30度到100的都有。啊。
有这么神吗？我又不是厂商。对，室内吧，一般是。还有这个无线投屏的，你可以看这里往这里。哎，直接放上去，给他。这个可以，等一下。啊。这个等于是我们自己的那个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，我就要放个视频看一下。啊。啊，高清的，我们这个这个。就这个做的。这桌子可以，就是说，办公用啊，小孩上学啊，可以通过手机投到电视上，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办公用鼠标都可以插。然后呢，那个主要是独立站。漂亮，小梅，我觉得这独立站做那个日用品。将尘埃掸落，别将。